柯文哲遭羁押禁见9月底，访问行由黄珊珊代替出席，不止抛出柯文哲送他的白色小折写到会继续骑下去。行政院影片也提到，柯文哲政绩。后来柯文哲上任，他就拆掉了这个延续下来的匝道，把北门重现天日。搭着全国古迹日，黄珊珊拍片介绍台北历史景点，笑得开心。而先前带着党内北市议员开记者会，强调金华城取得20%荣奖，依法有据，但被揪出更多问题后，仍却飞往美国。 政治评论员吴敬仪也爆料，已经引发民众党内基层不满，把所有的事情丢给整个民众党来负责，我觉得民众党党内的人不满，那是很正常的事情。我们都支持啊，你有听到谁不满吗？ 黄珊珊访美是一定没有问题的。江泽树帮忙缓颊，但黄珊珊还是时任北市副市长，曾参与金华城案讨论，主导北市科招商的产发局也是黄珊珊分管。先前更因为政治献金案遭停权处分，不止媒体人黄伟汉质疑黄珊珊是以什么身份代表柯文哲，就连蔡壁如也开炮。啊，他代表柯主席吗？ 还是他代表谁？我不知道。黄珊珊身为案件重要的关系人，检联还放任他自由的出入境。假设有串证的行为，根本无从追查。对此，民众党表示行程早安排好，黄珊珊既是党员，也是党籍立委，访团成员还包含前秘书长周台竹等人，访美没有问题。但几大案中，黄珊珊似乎都扮演重要角色，敏感时刻出国，难免引发议论。三顺周伟记者台北怎么了？